冲水是韩国非常著名的大级别选手，身高2米，体重是110公斤，比尹鹏森是大了15公斤。他从来没有和中国选手对阵过，他以前是一名跆拳道的选手，想象不出来他这么大的身高会有多么灵活的腿法。尹鹏森加油。在赛前称体重，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的。你看这个朴龙水既有身高又有体重上的优势。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，你看他的腿法是非常好啊，能够起腿。中韩对抗赛男子五大级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，情况是控制好距离，对，不往直前，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，但他拳法很一般。你看，胡林峰走进首尔中韩对抗赛男子无差级的比赛第三局开始了。红方是朴龙水，蓝方是尹鹏森，在第二局完全是体能透支。这时候尹鹏森要逼近逼近，不同的进攻消耗他的体能。这明显场上裁判在有意的拖延比赛时间，这是我们规则当中所不允许的，毕竟这是中韩对抗赛。경기계속됩니다。我觉得在比赛判罚尺度上，大家应该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像这种休息时间长达将近1分钟，那么对于尹鹏森来说是不公平的。看看 ，1、2、3，这时候朴龙水 ，5，还能继续比赛吗？已经给你这么长的休息比赛时间了。这时候场上裁判终止比赛，因为。